恭喜们！好荣幸可以坐在 Henry 的身边，真的，因为 Henry 可以就是来。等一下，你再搭给谁？来给我妈妈。哦、Mom。Hello。啊，我在采访。Hi, Auntie。啊，在马来西亚。Hello。妈妈有来过马来西亚吗？没有。下次叫 Henry 带你来马来西亚，有好多好玩的地方的美食。妈妈，我们下一次我抱着你来好不好啊？好啊。OK， 妈，我要工作了。妈，我要工作了。OK。OK。I know, I know。不要太累啊。I'm not, I'm fine。不会太累啊。他不挂不挂，永远不挂。哎呀。Or do you want to sit here? You could be here。Mom, I'm just kidding. Okay, Mom, bye. 那你之前也是有来过马来西亚吗？对对对，我一就是有尝试过马来西亚的食物。有，有人喜欢，特别喜欢的。Satay, yeah, I love the satay. Satay 有牛、有鸡、有羊。羊的，你都会吃哪一个？都喜欢。我这一次有吃吗？有，昨天有去吃了一点点。是喜欢它整个肉酱子，还是有沾那个花生酱？我喜欢那个沾了花生酱。那你对马来西亚的印象是怎么样？其实我好久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以为就是大家不会那么 hot， 可是来了一到机场就 hot， 很多人，然后就让我很感动。你也是很 hot。那平时在做音乐有什么艺人是特别想要跟他合作的？好多，或者未来，对，最想。其实我刚刚才发现了有一个，因为我有翻唱一首歌给我的《一条狗的使命二》的电影的那个主题曲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首歌叫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对，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马来西亚歌手。对，他是马来西亚歌手的一首歌，然后那是我从小就都在听的。哇哦，其实这样讲的话，我已经合作过了，也其实不算合作，只唱了他的歌。如果下一次可以跟他一起唱的话，我觉得非常。接下来就是 Henry， 他有一部新戏要上了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你日后的计划吗？我有个新什么？新电影。哦，对，最后忘记了，对吧？对吗？对，会有一个新的电影，你可以看到古装的 Henry， 就叫整体，在这里好像打，然后很酷。然后电影最后呢？不会，明白吗？帅气的是不能告诉，也当然不能啊，是 ending 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到最后呢，我就想要教 Henry 一个广东话的绕口令。哎呦，我个广东话你要你我得你唔得，你都唔得，我都知道你哋都。咁你跟住我讲一次，幽只雌性蜘蛛条蜘蛛丝黐住支树枝。系，嚟先。幽只雌性黐线蜘蛛条蜘蛛丝黐住支树枝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幽只。好。冇問題，你聽我講廣東話。幼隻 ，OK， 幼隻一個黐線個自知，要執結你個自私，黐線自私，執一自私私，自私黐線自私私。講得太好啦！太好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那這樣到最後。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说的语言来跟马来西亚的粉丝说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各位朋友们，你哋好。I'm really happy to be back in 马来西亚。Apa kabar? Sayang. I'll miss you, and I hope to be back 很快。希望可以快啲。
回来见 you guys。哦，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字幕组加油！哦哦，사랑해요，사랑사랑。哦，好帅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so much，OK，OK，辛苦啦，大家多休息哦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